这段时间，锦儿一直在三皇子殿下府上，几乎闭门不出。三皇子殿下也终日把自己锁在屋里。听到一些流言，好像皇帝又病了。锦儿不该说这些，皇帝最疼王妃了，王妃听了一定很难过。是很难过。王妃，茶来了。王妃，饮了一日的酒，喝口茶，解解酒。真是有点晕了。王妃，我随三皇子殿下一路来这儿，他身边也没有人照顾他，所以我想。明白，你去照顾他吧。等我们回到京城，再把锦儿接回来。是，那王妃我告辞了。夜深了，王妃早点休息，玉秀去打水。好。锦儿，怎么了？我，王妃，你多喝喝茶。你回来真好。锦儿姐姐，啊，王妃与你许久不见，你先去吧，我一会儿再拿点点心过去。那麻烦妹妹了。去找了豫章王妃，你怎么知道？太子妃交代的事情可办妥了。那个药丸已放在茶水里，我亲眼看见他已经服下了。
交给我，你去保护王妃。是。